大脚星讯息。作为觉醒的集体，你们正在取得的进步。你们好，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我们非常兴奋地看到你们中的许多人发现了你们的道路，找到你们真正的召唤。我们也看到你们中许多已经发现了自己在那里要做什么的人，现在正在根据这一认知采取行动。我们喜欢见证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与真实的自我保持一致。当你们激活了自己的那个知道如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面向时，你们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你们就更有可能根据你们的灵感去行动。作为一个觉醒的集体，你们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你们最近转变了太多的能量，你们已经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政治、病毒、阴谋论和其他一切阻止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真正的使命是什么的事情上转移开。你们已经成为主权者，你们激活了你们的列穆里亚自我、你们的亚特兰蒂斯自我、你们的埃及自我，你们已经激活了内在的牧师、女祭司、萨满、巫师、女巫和神谕。你们已经成为你们为了你们的人类同胞所设定的自我，这是显而易见的。你们作为觉醒的集体，正在通过带着信心、带着确定性、带着帮助和疗愈的愿望进入那些角色，来为人类集体拨动指针。你们到地球上是为了引领和引导人类集体的，你们在那里是为了帮助人们获得疗愈的，你们在那里是为了去爱、去宽恕的。作为有同理心的存有，你们在那里是为了知晓慈悲才是解决之道。当你们带领你们的人类同伴进入第五维度时，请记住，你们花了很多时间才到达你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虽然那些刚刚醒来的人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你们所在的地方，但他们仍在旅途中。这毕竟是一段旅程，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你们对同伴的耐心将会给你们带来巨大的回报。你们引领他们的能力永远不应该受到质疑。如果你们发现自己怀疑自己是否具备所需的能力，请记住，这是一段新的旅程。对自己建立起信心的这个过程也需要时间。记起你们是谁，是你们一直以来注定要成为的领导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对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同胞要有耐心。要知道你们正在产生你们所要产生的影响，也要注意到你们还没有产生但肯定会产生的影响，并且要知道，在那些时刻，你们将从更高的疆域获得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助力。你们的内心会有一些怀疑，但怀疑会减少。你们将突破所有自我强加的障碍，所有的限制，你们将崛起扬升，并带领人类进入第五维度。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我们继续感受你们作为觉醒的集体所取得的进步。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